它可以省略到从这里进来就可以了。好，浅，浅的写法是这样过来，跟我们那个乙是一样，然后这样下来，然后呢，它里面本来它是浅性，我常常这样写，这样，那它可以直接就这样过来就好了，这样过来，省略掉，然后从这里再捞它回来，变成这样。好，所以这个钱。好，我。这两个字是改写，平写。嗯。促写，它过后是促写。如果要感谢的话是这样，来，这样而已。他要到台南开分公司。好嘞。一横在一个口，这样就是感谢的。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所以促谢词就是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好嘞，过来一个一个。伊就是一个一个卡哟，一个卡一个心，一个卡一个心呐、啊，一个卡一个心不一样，好，所以感谢的感觉，比如说感恩一下，然后感谢的感觉，哎，再来，来看一下，谢谢可以的哈，谢，这是言字部，这是身体的身，然后这是寸，好嘞，这样对不对？好嘞，回来，好嘞，动物女儿部是身体的身，好，欢欢可以再三出，因为他要我去嘛，喜欢香，曲曲，这样，好嘞。如果是曲是这样子，啊，他是这样子肉爆啊，所以曲，如果你是确实要这样说的话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跟我们的书写不同，我们书写是这样，句是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这个木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不同。鹅，这是什么？鹅什么？鹅的力学的力。这个不错，写得很好啊。这个鹅要注意啊，哎，然后从这里再弯过来上去。可是你咖啡要喝完。啊，我喝不完啦。这么好喝，你好无聊。哎，你很无聊，你去这么好喝的，很贵，那个很贵。喝完了可以大聊。可是你没有带毛杯啊。这个很好喝的，慢慢喝。还是你不要，你就发财了。他是不要晚上会瞪天花板，不要违背了美人的意思。不是啊，喝完就会发财。那你赶快喝。你现在先喝两口，先喝完会去尿尿。尿尿才好，避尿才好。不要，反正厕所很近。对对对。好。好。对，五要这样写。我们先走。好嘞，好，这样对不对？然后，我有两个写法，一个是这样写，他们先下去，等一下我们一起再下去，对他帮我做，对对对，没关系，他 B one， 好，这个雕雕不行，哎，今天，今天，对呀，我今天跟人家有约，哦，那就不行，那就不要，没关系，下来，阿兰没去吃饭啊，阿就是要等你看你肯肯不肯赏光啊。你看，同一股有赚的，有赚吗？有。我没有买股票。哦哦，你我。他有讲那个啥。好，我们先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啊，值得了。不是啊，训得了，不是。哪个得到的？那个得到了的，还是道德的德？很值得，有有值得，有训得啊，一堆。多一个会比较好。有宝德。多一个会比较好，要不然就看不。你是说德吗？还是德？道德德。这个应该要这样下来上去嘛，哈。有这只股票。好，下一次我写到那里。宝贝的宝。啊，股票2000几支一定有啦。
百合关，百合，百合，太棒了，一百一十集有讲过，给你们看一下，现在第三，圆圆在前面，上了，农民现在在哪？对，百合还有宝盒，好，有两个写法。一个是这样过来，是写这个啦，固定，这是固定。但是如果你是依照那个，幸福星，幸福星又买幸福星，卖掉了。哦，幸福星今天我们是 K 个这么厉害，那是 K， 安尼对吧？有两个写法，一个是这样过来，一个是另外写，宝达啦，宝达啦，安尼对吧？宝达宝盒。百德，好，百德，再讲这两个，啊，跟这个道是一样，哎，跟那个远是一样，还可以在前几天，嗯，哦，前几天，哦，是，嗯，然后远，远你可以看啊，百德，百德，百德，我知道。嗯，我也有那个百德，所以你可以把它省略一个，啊，不省略也可以。百德明明赚的比你多，为什么没涨？因为那个涨上的休息。哎 ，OK， 好。嗯，来，这个来我。葡萄美酒，月光杯，一年葡萄往上追，哎，文采如下如何？真的，啊，文采今嘛就是讲这个要安怎写？这谱很难写，那条写方一点就好，写方一点，意思是讲写个跨出了。我写了二十个字还写不出来，没关系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写多不一定好，你写少少的写准就可以了。嗯，谱告家，好看宽不出，弯不出来。给它稍微宽，直一点，要稍微直一点。这样慢熊粗，不要太斜，回直直的就好啊，直直的。所以很多人写这个葡萄的谱哦，都不要写这个字。他怕他要写哪一个字？葡萄没写。葡萄用哎，用画的吗？不是啊，葡萄的谱有的不要用这个，用什么字啊？葡萄。好，所以接哈，这个写直直的，在这里再弯一点点就好，弯的没就罢。嗯，会被他拖着。因为那中国里就是安设计的，坎坎坷坷啊，所以老公才写给你是越有成就感。还不错，这个还不错，没错，这个可以的，方方的就很好了。夜光杯，好，这个不要往内，哎，那这个，哎，哇，斜斜的右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从这里过来，就这里，从这里过来，下来，对不对？平行，我以为你跑走了，那一点点上去，好，不要往内，要往上。啊，这个这一话不要写在正中间，写在下面，过来一点点更好。这是绵绵，琵琶不好写，但是也可以的。马上追，好，你那个马，马怎么写？让我马，我教你一个配搏。哎，这样对右上斜，拉开了一点点往下，这个直一点，不要太斜，一点点就好。从这里下来，不，第一点点在外面。第二点点在它下面，第三点，第四点，或者是胶，对，你要记得哈，啊，这个不要太斜，太斜了马背出皮啊，嗯，马上睡可以了。老师下午有事吗？下午要回去看看盘，看盘一点的，你现在看盘一点半。一点半的时候，那个对啊，那个没有，因为接那个什么，那个孟奶奶她是十一号95岁生日啊。哦，她是说今天哦。对，她刚刚就说今天他们到下面吃饭呐，啊，想说姚老师有空的话，你要不要一起过来？好，那我先回去收拾。我以为他是说下礼拜，没有，哎，下礼拜就没意义啊。老师，你不要再回去了，你回去再来都几点了？大概你几千米啊？不是，你就是直接去吃饭，然后吃完饭以后再回去。对呀，因为你起过来，哎，没了，不要。你所谓不要是什么？回去收拾残局。什么叫残局？他有股票了。你电视开着吗？他股票套牢，怕套牢。套牢很多啊，套牢300多万。哇，300多万！老师真有钱嘞！老师，你买什么？老师真有钱，还能够放300多万？有阳明跟哇，
结果我本来万台哈亏了15万，结果后来倒上了，倒上6万卖回来了。杨敏到现在我还没解套，你那时候买100多块200多，杨敏很难的。70几块，七十八。你买78，那也没差多少。你有没有看以前的买200多的？已经74哎，买了已经74，前上个礼拜。哎，上礼拜已经有解套，你没卖。我万海不会了，也没差多少。亏15万，就倒赚6万，卖光光。你一定碰到贵人，那个中沙那个老板，有内线告诉他。现在就买那个百什么百德。百德跟宝达。第一个涨停板的时候他就要买。那个叫做主力，那个叫做主力。对啊，那个是主力。因为一下子买。哦，涨停板就要追了。你是说百德？他的妈妈。可是百德现在。他叫他的妈妈买，他的妈妈没有买。就涨停板，老师还有一份哦。涨停板好厉害啊！嗯，注意一下哈，最好，这胸宽，慢点宽啊。他那个字，他有说自己说写不好。哎呀，写不好不敢来了。不会的，不会写不好才要来。那个句要这样写，你写得好也不用老师，你写得好也老师也不用教了。句要这样写，我告诉你最好写的方式，来看一下。金字旁这样写，好，不管有没有写完三张，三张一定要都写完了。好，好，然后一横，然后这样下来，这是句。哦。安尼有无？嗯。啊，这样看无？安尼看无？嗯嗯。伊安尼写到好难看无，但是伊勉强伊哩，伊是写了人，人伊以前的写法，咱这样写无同啦。嗯。啊。巨。巨人，巨人，写安尼写。嗯。我敢，好，巨人，再来呢，野来，我再教你一个野的写法。不是，这么很难写法，来看一下。你那多的，哎，紧哈，我回去一点半来啊。你不是莫奶奶，她不可能待太久嘛，因为她年纪大了。你一点半又再来，你那边吼，就起码跟我们一起下去啊。要么你如果要回去哈，老师，我是这么觉得，你还是多的，就不要真的不要那个。可以啊，你如果你在那边看操盘，需要在家里操盘吗？对啊，我的手机有啊。真的啊，一点半你再来就已经2点了，莫奶奶怎么可能待那么晚？老师太没调啊啦，他要赶快回家了。他真的其实这个是年纪大了。嗯，这个铺，野人线铺，野人线铺，嗯，好看一下，好，也要这样写，好，安尼，嗯，你安尼写看无，你知？这里什么你看无？你家己第二个，要懂，接下来这样，对，啊，动往上写一点更好看，绿的是年纪，是它现在已经涨多了，对，涨到最高点，对不对？嗯，你要知道它是一横，再一个孔。嗯，这是动，买一个卖一个，可以了。哦啊，这个也要矿，也许今天矿啊怎么写？所以呢，你要工具那个，看之前是哪一只？一个是红翼股，一个是修复性。嗯，红翼股已经涨过了，涨上去了。现在开始修复性，就现在也在修正呢。从只能八号一箱的，那能卖的啊？1200万哪里高啊？没有，我不玩。高啊，那1200很高啊，像红海都要200了。行不行？红海今天有啊？今天有200吗？啊，没有，不晓得。上半年190几了。哦，上半年是。我好像都是，现在是台积电卖掉以后，听说他的明年的农，明年啊，订单接着，啊，这是另外一种，安尼下对不？嗯，安尼。幸福星也第一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它省略到这个，把它往上提，这个省略掉。嗯，安呢？直接拉上来。安呢？嗯，这个是有 AI。这两个都是。那个。啊，所以呢，点上寒山石径写可以这样写。嗯，像台新科他讲那么好，电视报那么多，那么好。哪一个新科？台新科了。台新科。电视报道的那么好。哦，是布的话怎么写就别了。布有两种写法。我是看。如果是。安尼，黄庭坚足够乖。哦，斜的哦。为什么呢？这好长长，这短短，啊，这长短短，啊，这长长，啊，拢同款。
这东西不，其实不的正规写法是这样。对对对，嗯，这要不要打勾？没关系，不用，不用打勾。因为自然的笔顺上去了，嗯嗯。我不玩了。不玩了，不玩什么？不玩股票，不玩股票。之前是得了啦。还有呢？还有。哎，对对对，涨上来我就想说，哎。对啊，你全部都聊好完了，你这心情，你这心情，借一种方向，借一种方向，先下龙点睛，啊，那要怎么行，知道吗？盐哦，盐是三，哦，阿那下，我，私下就好，阿那一个杆，他的儿子哈，跟那个，我都有你讲的，我，那要怎么写呢？来，三的写法是这样，然后底下阿那下，阿那过了，哦，嗯。阿南，我。嗯。然后一个二。还用火锅老板。嗯。继续。下面是杆。他只要上来哈，就是杆杆加出来。对对。所以你这个也一定要会写。他怎么写的？阿南，我。亏收五万多。阿南哦。到上六万多。啊啊。赚了六万六。量很多。老师，这个不，这个副手念什么？价钱买的高。杨明就还在亏，跟老师讲，这个是一个人，杨明还在亏，人的身体，人的身体的形状，像欠啊什么都可以用这个，啊叶啊叶买些帅，有了金融股有回升了，回升金融，对，都用这个，嗯，懂吗？能通用，因为符号都一致性，啊，但是有当教会，你要看上下字。如果我没有看下这上下字，你就不知道他怎么写。比如像我上次不是说那个阿南到底是什么字？都啊，都是这样写。哦。为什么都是这样写？因为属鼠的鼠是这样写。啊，是。那底下这个又是可以这样写。哦，好香哦。老师会口茶。你叫我连网网，你要烟斗底下看天花板啊？咖啡吧，真的吗？阿美喝，阿美喝，阿美完了。三年以后不能喝了就好了，你现在一年以前就可以算是。没关系，就今天不要睡觉啊。这个到这里才虚化，是吧？好笑哎。这话先留下。对。这话先写。大老板不容易耶。没有啦。假设老师也是大户。哎，大户啊，套牢艺术不是讲。我知道，谢谢。没处理啊，对啦，套牢就是你要等，要不然就是领，你就领那个等利那个啊，这样子啊。啊，没有卖都没有那个啦。股息啊。对啦，老师，这个麻烦一下哈。这个是属记得一下，这个对农哦，对农，农到农，嘿。所以我都在讲这里，都就是安尼啊，这提来。你别信，多说几次，多说三次，就是有经验。好，哦，这是龙，嗯，男木，木是安尼，因为他那个，我是半，他是一个口，一个方的田嘛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是木嘛，啊，所以呢，他只要这样过来就好了。嗯，所以他，所以已经看不太了解，没那盖小就很难讲。嗯，好，你说这个是农夫的农，农老师你写一下，他是衣服的衣。为什么呢？来，好，你看又没得写了，有了，丢啊，再过一个。好，龙木的龙，你想一下，先两个，安尼过来，好，然后呢，从这里过来上去，安尼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衣服的衣是安尼下嘛，但是衣的草书是这样写，对。哦。那他这个为什么看落来？他这个。一个一半尔，一点半的接点。无去啊，店的店管都有足侪店的，无爱管啦，啊，所以他只有这样写。老师会上传，上传到哪里？这是老师的。我觉得他好像这个这里下来，然后勾到这里下来的，应该是这里，然后这样。要问老师看到传到哪里？所以比如说你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我以为你有看。我觉得他自己的字，搞不好写十次以上，他都已经忘记了。没错，他每次写出来一定不一样。没错，这是他上头的。一的上面，啊，底下它底，好了，老师我不录了哈，你不录，不录，我不录了，今天很不录。